同学们，好久不见，最近过得好吗？好久没有更新影片了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字幕字幕要推出新的游戏了，名字叫做字幕字幕 Stadium。那我是从 Night Game 的提示才知道现在正在报名封测哦，而且是跟日本同步，我们就按下去看看吧。OK， 什么？所以在3月8号晚上11点前要报名哦，只剩下一天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内容好了。OK， 所以看起来玩法不太一样哦。有房间可以加入那个多人对战吗？然后可以选择两只朱木哎，然后还有那个排名系统吗？然后这感觉有点像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汤姆熊玩过的朱木朱木街机。然后你看还有那个娃娃纸娃娃系统。来看一下巴哈姆特介绍好了，比较清楚。可以与 LINE 的好友一起享受即时对战，然后两个朱木朱木同时登场。那超过300种以上的脸谱素材，可以设计出专属的玩偶。我想这个应该是要氪金啦。然后封测的时间是3月10号到3月23号，然后要求是 Android 5以上或是 iPhone 6以上。哦，还好我的 iPhone 6还没有被淘汰，所以有3万个名额要抽。然后在3月10号的晚上10点59分会通知中签的玩家。哇，这感觉很难吧？来点看看报名吧。所以一开始要填写电子信箱，然后手机，然后你是 Android 或 iOS， 那性别、年龄，不要问，不方便透露，这个选项。然后有没有玩过朱木朱木啊？然后有没有氪金啊？那最后就是 LINE 的 ID， 那填完就可以送出啦。大家赶快去报名哦。那同学们，我们下次见喽，拜。